晚安，欢迎来关心5月6号的国内外新闻。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昨天召开记者会。今天是中华电信公司建台20周年，国军第27届文艺金像奖。根据统计，台湾的大哥大今年度所得税申报的截止日期，雄狮杯今晚起分别在台北、台中展开。中华城棒队的第3场比赛，柴秀夫人应邀来华。金沙国中再度发售春节机票。军官学校上午举行69周年。千呼万唤的 Michael Jackson 终于要来了。萤火虫的天堂，新闻特搜队带你去看看。今天在菲律宾展开比赛，总理中华队的表现如何呢？中华队今天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。以上是我们今天5月6号的华视晚间新闻和气象，我是李彦秋，我是孙继兰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